艺人金刚早前在7月中启程，由台湾省飞去横店开工，为 TVB 新剧《壮王之王》提前做开工准备。剧集在8月份已经正式开机拍摄。今次 TVB 开拍《壮王之王》要向经典致敬，两部前作《壮王松西杰》在当年的收视成绩都好好啊，不知《壮王之王》可不可以再延续经典呢？据知新剧的男主角松西杰是由师弟王浩信饰演，至于原版松西杰的演员张达明都有份参演这部剧的。有传金刚的角色是饰演王浩信身边的助手，戏份都不少的。这日金刚就在社交网上分享了拍摄的花絮相，亦都令他的新剧古装造型曝光。咦，人物解构是着女装的？虽然他没有讲到明是拍摄壮王之王的场景，不过已经有不少网民猜测新版的松西杰应该跟原版一样行古装戏剧的戏路风格。你们看看金刚对着镜头嘟嘴的样子，又真是喜感十足。话是话啦，资讯妹都好挂住金刚主持掌门人的笑料百出啊！唔知望完呢套剧之后，掌门人曾志伟会不会邀请金刚做嘉宾呢？